这个产地价吼，本来是一拿二十斤是850块安尼吼，啊，即马伊原来你要讲要起这三块进前，伊外口已经掉到1300块啊，吼，啊，所以这个产地价吼，差市场的介绍，伊的价差差伤过远，啊，这就是咱农委会吼故意吼，过度干预这个蛋价，吼。其实它回归市场机制，啊，无你是850块掉还是1300块掉，所以这个问题价差差伤多已经造成，吼，这个蛋商和这个家庭大家一直在纠纷，因为对于蛋商市场欠卵以来家庭现场来再抢鸡卵啊，所以一只大家这个纠纷会足多案例安尼吼，啊，过来你在别个巷口。伊甲商家吼，营业场所，大家嘛是纠纷足多，因为无能，我根本我营业场所无了营业嘛，所以这個问题产生吼足严重安尼吼，所以这个鸡卵一定要回归市场机制，一定可以这个产业未来愈来吼，大家产农赚着钱吼，啊，大家就产业提升吼，啊，好进，大家去生产较好的品质吼，好评价鸡卵吼，大家消费大众吼，食到好好的产品安尼。